主信长特提示，有一个青面孔，那是谁？一名神速连刀的杀手，伊是白雪宗。除了查干飞，想袂到要我无算到的尽力，伊会是官人麾下，是红旗主骑兵，协助官人回来重新主导。将欢家等了这么久，终于愿意官人接受了吗？伊是将欢家的人，官人猜测的，但别告不离战。若你真不乱战权威，又何必再传输将欢之术？对将欢家有兴趣，不一定非要专注在将欢之术，卖蒙曲了。寡人的旧年红火，也是将海景的断杆斩片中，找出将欢家为老的旧习惯所演变之形。虽然火候上仍有一大段落差，但看到白雪宗用刀，也许寡人有机会见证迄个传说。以身以剑，独领风骚，天下无名，将欢一刀。从未听你讲过，哈！听闻八名青年在当初的围剿中，抛弃弃剑，一刀尽动太息。王家平民，一百年来，除了八名青年，未闻第二人连胜这一刀。如今将欢家登陆头家，所以你的小姐代表什么吗？你认为有团人单单出了海境，就有幸找到这个人，一定要好好切磋一番。但在此时前，咱要先去江南，要记得咱的约定吗？海景将不如何？一丈一，一扁舟，青山万流，雄雄烟雾，要有标疆的大罗红沙。九界之大，不敌要多少美的远景之美，挽着咱最近披风。